275页的病历有多厚？诊间里，421个小时的忐忑，1000多个日子里，超过300次的挣扎，宝宝似乎没有心跳了，以及3次流产的伤痛回忆。见面，我真的好努力。明明是个胆小鬼，每天打3针，也从不流泪。因为比起身体的疼痛，更痛的是失去你。宝宝这次 safe 了，恭喜你。但知道你终于来到我的肚子里，我更加小心翼翼，把卧床当日常。妈妈很努力，所以你一定要起努力，一起加油。想给你最无害的环境，我把香水都收起，一举一动都很小心，连打喷嚏都不敢用力。不再在乎造型，只在乎怎样能对你更好。平常随性的爸爸，比我更小心守护你的存在。帮你准备吃的都特别注意，麻烦您先说，只要新鲜干净营养的食物。谢谢。每个细节都想要绝对安心，就连喝的水也要最新鲜。吃饭喽，宝宝吃粥了。嗯，宝宝睡醒了吗？献给每个不放弃的爱。樱花 RO 净水器，现滤现喝，给你最新鲜纯净的水，所有改变只为了给你最好。
好。